警方拘捕一个42岁嘅男人，佢涉嫌喺上个月底一个旺角集会袭击他人，佢获准保释候查。警方指喺星期一朝头早喺石硖尾一个单位拘捕呢一个男人，佢涉嫌喺上个月28号一个不满内地人喺旺角行人专用区唱歌嘅集会袭击他人，被控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，目前获准保释候查。在八月中，他要向警方报到。在整个集会，警方暂时拘捕4男1女。